涵呢？鹿还有什么可爱的外号？我没有外号。哈？我看到过一个叫做玛丽。玛丽啊？不会吧？玛丽莲蒙露。为什么？玛丽莲蒙露？因为它很萌嘛。很萌。那咱们我可以做一个玛丽莲梦露的姿势吗？我看我们俩谁个谁比较萌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！来，起来，我们俩一起啊，这经典的动作哈。没关系，玩开心嘛。来，一二三，走！你还没有做嘞。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说。啊，那你就是把姐玩了吗？对、哎，就是平常最萌，是不是？最可爱就是她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的金宝。